任嘉伦杀青应援，一些家人姐妹翻拍的美好画面。爱上同一种口味的蛋糕，不约而同哼唱一段曲调。喜欢这样看你傻傻的笑。最好在下一秒，好想能听到你轻声歌唱。听歌跳舞的比较大，然后不过刚才我听到，因为他说进了没成本，我知道。今天好意思。谢谢杨佑。那个罗超同学让他能唱一下，他太帅了，是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上来就带点成功。你好像有着样就最好曾想。其实你们送我的每一份礼物，包括每一个留言，其实我都有看，甭管我怎么看的，我反正都有看。笑话然后你们给我的礼物我也都收在房间，我确实的。房间还放得下吗？我有我的办法，你们就不用操心了。真的很感谢你们可以喜欢我，可以为我的作品，真的很感谢。希望我以后可以演更多好的作品来回报你们，可以让你们不会对我失望。不会不会。窗下的星空。哪来呀？是吗？家人家人是你吗？哈喽，都要看不见了。辛苦你啦！喜欢喜欢，看到后面最开心的是。你要不去吧，到前面去。接下来再去一下。哎，现在是干嘛呀？刚那包括吓人呀！对啊，当你在那边吗？爆破的戏，吓把我吓一跳。如果心没离开这最美的意外，我们就说好不再 say goodbye。 当你跟着我，我没有开口，已陪你在头。好，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
永远十八岁，未来更精彩。老婆去，对啊，小婆去啊，谢谢。当你跟着我，我没有开口，已被你猜透。来吃一口吧，寿星。寿星吃一口。我爱的这个寿星，那边来，寿星吃蛋糕。吃一口。你先吃啊。啊，生日快乐！好吃吗，嘉伦？我们从全国各地来给你过生日啊。对啊，不吃，再等一下，再吃，再吃。你想聊啥？聊你。周杰伦给你写的歌啥时候上啊？要不现在演个黄渤老师给咱们看一看。是快歌还是慢歌？还是 rap？ 抒情歌吗？还是 hip hop？你们想要抒情歌？抒情都来，全来。抒情，我可以好来十张。你已经出过一首 rap 了，来一首抒情吧，嘉伦。没关系，都可以，都行都行。反正我至少有两首歌，肯定能满足你们一块一块。那今年起码得拍两个剧才能发两首歌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压力太大了。想唱一个。这首歌真的，我们改了20多版。啊、那其他19版啥时候发出来？已经发了，这个是最终版。没关系，你其他版本我们也想听啊。啥都想听，只要关于你的都想要。就是啊。他要快把这块蛋糕吃完了也。我们留着听新歌吧。好。那稻香的那首舞蹈后面一半，你啥时候跳一遍给我们看呀？后面没了呀，后面没了吗？没了吗？不是就一半吗？韩语出来的，你现在还记得吗？就前面一半怎么唱？其实稻香那个舞本来是武林大会，武林大会的，武林大会韩语编的总决赛的。然后可能当时我想要了挺多的，我就让他就是把他给。你做什么都是对的，就是谢谢。那个手势是什么意思？那个手势是什么意思？哎，我告诉你们，还有像这个手势真的很简单。那你说呀？你永远不说，太笨，不能说，不能说。真的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。啥呀？就是什么意思都没有，就是还没编出来对吗？没有没有，就是表面的意思。表面的意思，就是我手指很长的意思，对吗？差的意思。嘉良，最近都好忙。谁忙？你忙还是我忙？我忙，我们也挺忙的。你喜欢就好。你做的什么都好，做什么都支持你。很容易，一边说什么都好，一边。一年最少拍三部。一年拍三部。累死你了。有机会的话，这边就尝试一下电影。我没有机会演喜剧啊，我要看啊。这个可以，好想看你演喜剧啊。喜剧是这样，哪样的？已经在一直以来呢，对于所有的喜剧我都非常的喜欢。但是，所有的喜剧节目我都看了不下十几二十遍。但是，我很重视这个。但是，我很怕迈第一步，你知道吗？我怕迈第一步迈不好，然后心里有阴影。不会，嘉伦，不会的，成功的，那个领域不是我的领域嘛。即便我能做好，但是我就怕到时候。
出来的效果，不要这样，或者是作品不是我想要的，然后我就不会被落差。嗯，谢谢快乐，祝你身体，身体怎么？祝你身体，身体怎么？祝你健康。任嘉伦生日快乐，永远十八岁。任嘉伦生日快乐，永远十八岁。谢谢。啊，家庭里我祈愿你。继续歌唱。爱让我变成了幸运的女生，感谢你没有让我傻傻的等，在有你的日子你的歌听到了。夏天回去就要录的，但是现在嗓子唱不好。休息好吧，先休息。对我熟悉听见的心话，这空气没如花，少了你的牵挂，我就这样看着你兜里的回答。哎，大家鼓掌！啊！所有的你写成歌唱给你听，好想和你在一起，好想和你的歌的声音给你我所有美好的心情。用你多一天是一天，会成诗篇吻过漫长岁月，将爱缠绕指尖，默默许下誓言，再拥抱几个永远，不会改变，用痛到热烈的晴天，给你我的尽全一切，感谢你在身边。